知道什么动物跑得最快吗？蜗牛时速 0.48 公里，乌龟时速都有5公里，我们熟悉的鸡是14公里，四害之首老鼠是18公里，印度国宝科莫多巨蜥是20公里，普通人的最快时速是24公里，四条腿的山羊是35公里，陆地上的河马是30公里，没想到短腿的鳄鱼竟然也有35公里，陆地最大的动物大象是40公里，牛的时速也能达到40公里，博尔特在极速状态下是 44.7 公里，但普通的家猫都能超过最快的人类，赤狐的时速是50公里，暴躁的犀牛是55公里，俄罗斯国宝棕熊是56公里，这不是猎豹而是花豹，时速只有58公里，一头狼都能跑到60公里，陆地最高的动物长颈鹿是65公里，维兹拉犬是66公里，自带条纹的斑马也是66公里，包括骆驼也能跑到66公里，百兽之王老虎是68公里，最快的两脚动物鸵鸟是70公里，格力犬的时速是76公里，森林之王狮子是80公里，蹦蹦跳跳的麋鹿是82公里，陆地最快的动物是猎豹，时速130公里，远远超过了其他所有动物。